连接器格，根据铜的大小和高度调节搅拌机，只要叶轮高过铜的高度即可。好，放下搅拌机，放到合适的位置，锁紧侧面的两个螺丝，然后打开进气开关，从小到大慢慢的加气。搅拌完毕，把气关掉，升起搅拌机，先把螺丝松开，拿走即可。不使用的时候把搅拌机架回最窄处，摘出气管。Thank you.